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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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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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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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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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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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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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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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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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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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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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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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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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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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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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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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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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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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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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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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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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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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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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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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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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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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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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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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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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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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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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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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礼佛三问讯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大家要知道啊，我们虽然口中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但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它的根啊不在我们凡夫这边。我们念出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不过是阿弥陀佛的正觉果树上的一片叶子，它的根在极乐世界，在阿弥陀佛那个地方。那么你顺着它怎么不到极乐世界呢？我们跟阿弥陀佛这棵大正觉大树是一体的。阿弥陀佛要成为正觉的时候，他说我要成佛救度十方的众生，十方众生往生功德不成就，我誓不成佛。那么等他成佛的时候呢，他的正觉果树上面就结满了十方众生往生功德的果。比如说这棵苹果树上面结了果子，阿弥陀佛这一棵六字名号的正觉果树啊，菩提树啊，它上面结了很多的往生的果，每一个人一颗往生果，你张嬷嬷有你一颗，你只要念名号，这个果子就是你的。我们成念南无阿弥陀佛了，我们心里面这个往生的果就接下来了，所以它的根本就像这一棵树长在这里，枝丫伸过来上面结一个果子，但是它的根在那里。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呢，这个六字名号的根就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本愿当中，大菩提心当中，就在极乐世界。我们怎么不往生？肯定往生啊。所以呢，这是本发身众誓愿，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，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呢上进一行，下至十生一生，才能念出佛出来。所以大街上你不要看，就是一个乞丐，他遇到你能念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出来，十方诸佛都为他鼓掌，这个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？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！一个乞丐念了一句佛，有什么惊天动地的？告诉你，十方法界都震动啊！因缘成熟了，他才能够念出这句佛号出来。也许对他来讲呢，是很茫然的。哎呀，反正我见了和尚嘛，就是善哉善哉阿弥陀佛。很多人见到我们光头啊，他就来那么几句，特别小学生。他心里边呢没有挂碍，见到善哉善哉阿弥陀佛，他也念了一句。
那么这也是他善根的成熟了，经过了无量时间佛的培育和教化，不然这句佛他也念不出来。那么他能念出来了，在经中说了，如腾沟之鱼，出水不远。佛啊，很会打比喻，像这个钓鱼啊，这个鱼呢已经把这个鱼钩啊吞到肚里去了，那么你说这个鱼它出这个水面还远吗？时间就不久了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个钓鱼是个沙叶啊，是打这个比喻了。那么经典打这个比喻呢，我们这个众生啊就是一条鱼，这个水呢代表生死海，阿弥陀佛呢要把我们救起来呢，放在涅槃岸上面，他就放一个钩下来，这个钩啊就是六字名号，把你勾住啊。所以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。念佛好啊，怎么好？能保平安。哎呀，好好。念佛好，怎么好？保发财啊。哎呀，好好好。念佛好啊，怎么好？能除病恼啊。好好好。那念佛好啊，能往生啊？能往生我不要，我现在还早，我才三十几岁。你要跟他讲能往生，他说不好。你说能发财，哎，那好。那么就先以欲勾牵，我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勾住了，勾住了就不远了，今生不往生就来生，来生不往生第三生一定往生。所以只要大家放心大胆，大家义无反顾去跟别人宣讲这句名号，不要不舍得，不要不好意思，念佛有什么不好意思？所以我们在世间学佛要以我们的佛法的知见引导周围的信众，不要被他们的知见所左右。当然呢，我们念佛也不要故意招摇，你上了公共汽车或者晚上周围邻居很安静，就不要出声了。那拿了念珠呢，他说我拿念珠啊也未必要出大声，只要人家看见我拿念珠，他脑子就想了，哦，他怎么拿这一串东西念佛的，就给他种了一个佛根，这就好。所以我们能念出这句名号出来，是因为阿弥陀佛本发深重誓愿，他发了这样愿望，说我成佛的时候呢，我要让十方的诸佛赞叹我的名号，让每一个众生听闻到我的名号。所以我们耳朵能听到这句名号啊，这个本来就是佛的誓愿在我们身上落实下来了。如果佛的誓愿虚假的，我们听不到。我们能念到这句名号，也是佛的誓愿在我们心中落实下来。如果佛的誓愿和光明来不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决定念不出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这句光明名号通过十方诸佛的宣传劝化啊引导，我们在娑婆世界呢感恩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宣讲净土三部经，哎，我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根本在这个地方，就像这个小孩子啊，我们有这么一个笑话，他妈妈呀、啊、想问这个儿子啊，他说儿子啊，你中午吃饭，你知道这个饭来之不易吗？你知道饭从哪里来的？他妈妈知道，饭是从锅里盛来的。啊，他说你呀不懂。那个这个另外一个儿子说，哎，我知道，妈妈饭从锅里盛来是不对，饭是从这个那个桶里边米挖来的。他妈妈说还不对，然后说哎，另外一个儿子说我知道。饭是从饭店粮店里买来的，那这些呢都没有找到根本。这个米饭之所以米饭吃啊，是农民从地里边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是不是这样道理？那我们现在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好像我们吃这一碗白米饭，说从哪里来的？我修出来的。你修出来的吗？六字名号不是我们修出来的，说是我师父告诉我的也不错，但是呢没有讲到根本，是我师父的师父告诉我的也没有讲到根本，一直往前追，师父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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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追到释迦牟尼佛，还往前追，追到阿弥陀佛就对了。所以这句名号从哪里来？从阿弥陀佛本愿誓愿功德而来。那么来到我们身上，而且来到我们心中，而且被我们念出来，怎么能够不往生？就被阿弥陀佛勾住了吗？大家愿意不愿意被阿弥陀佛勾住？愿不愿意？这个差不多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
摩阿弥陀佛，那摩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